大家好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牲畜市场，这是车上的这匹小马，要价3000，2200成交，现在给小马戴上龙头，小公马。龙头稍微大一点，但是小马再长一点就可以了。谁想打电话打几百天，该立起来就没拿手机。那放下了吧，别摔坏了，那么高。没事没事，抱着它呢。抱着，那么高摔坏了。没事。那是站不起来。不展了，把小马腿帮住吧，来车上，帮住腿啊！帮住腿，往上一弄，回家了就。不绑腿不行，这司机一开车窜到前面去都是危险。撂倒。小马想回去了啊。没啥主意，有灯。你看看这，你叫见大的嘞。对。把腿，别把腿弄。你绑。绑好了，现在往车上抬。你上那边上去，看你拽脑袋。拿草包的头拽过去，拽脑袋。好了，走吧。好位置，坐上了小轿车。那小马，想福去吧。